查干莫伦蒙古语意为白色之河，蒙古民族历来尊崇白色，故查干莫伦又有圣洁吉祥之河的意思。然而2020年6月3日，这条吉祥之河却见证了一出人间悲剧。这天上午9点左右，几辆警车停在了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查干莫伦河大桥上，在一名年轻人的指认下，几名民警走到桥下，开始挖掘起了什么。没过多久，一具高度腐败干枯、头骨上有着明显伤痕的骸骨便赫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而那名带路的年轻人此时就是站在一旁，表情复杂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法医对这具骸骨进行了现场勘验，死者为男性，50多岁，呈俯卧位埋在桥下近1尺深的沙土中，头颅有明显遭受重力打击形成的骨折痕迹，显然系被他人使用暴力杀死，死亡时间至少在1年以上。这名死者是谁？为何会被埋在桥下？带领民警来到现场的年轻人又是谁？他与死者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恩怨纠葛？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2小时之前，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中年男子离奇失踪，究竟是离家出走还是另有隐情？这个人突然失踪了，确实有些蹊跷。一场艰难的讯问揭开一出离奇的人伦悲剧，审讯一线正在播出。我是巴林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询问与本案有关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清楚了吗？是，明白。2020年6月2日晚上8点多钟，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公安局的询问室内，办案民警正在对一起离奇失踪案件的两名重要关系人进行询问。为了这次询问，他们已经准备了7个多月的时间。7个月前的2019年11月27日，巴林右旗某林场的一名管理人员来到其公安局，报称单位职工老吴近1年半前突然不辞而别，之后一直下落不明。就说一个林场的一个职工，说是很长时间没有上班了，然后林场有一些工作需要去那个，现在正好是林场那个在改制期间嘛，所以说有些职工的找回来有些手续了或者啥的需要办理。尽管老吴不见已有近1年半的时间，期间没有与单位的任何人有过联系，音讯全无，但报案人似乎并不太担心老吴的人身安全，只是简单的要求警方帮助找到这个人，因为据他所言，老吴的不见事出有因，说他离家出走了，所以他家里联系不上，跟他一个情人走了，说这种情况可能是说是在附近说在正常生活呢。据这位林场干部介绍，老吴50来岁，是林场的老职工，一家三口居住在林场的家属区里，儿子是铁路司机，经常在外跑车，只在休班时间住在家里。老吴人挺随和，工作表现不错，与同事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但家庭生活却算不上和睦，原因在于老吴前几年有了外遇，曾与别的女人在外同居过一段时间，夫妻间感情因此变得淡漠，但也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冲突，双方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各不相干地过着日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老吴不见后，家人便认为他可能是故态复萌，又与某位交往的异性住到一起了，所以也就没有太费力寻找。后来又听说有人曾在某地见过他，
去寻找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结果，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这一次是由于单位工作需要，有一些手续必须由本人来办理，所以才想到向公安机关求助，希望能尽快找到此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起普通的由家庭感情纠纷引发的离家出走事件，老吴很可能是不希望别人打扰到他的新生活，因而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低调地在某处生活着。民警深信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他。像那家庭有矛盾的是吧，就特别是在外边是吧，就是男人有女人的这个情况，说家里很少找，只要他不回来可能家里还更清静一点，所以家里不找是不是也在情理之中的事儿。现在不少因为为这了出逃这些就躲着，一开始前几个月确实没有信息，但时间长了他的生活他得跟社会接触啊，因为现在都要自己的身份是吧，你坐火车住店居住啊乘车啊，很多信息啊都会或多或少的给咱们能查到，这个人在外边肯定有生活轨迹，肯定能查得到。然而一连几天的查询下来，警方却没有找到丝毫与老吴有关的活动轨迹，这不禁让办案民警颇感意外。因为一个普通人他不可能说是连个生活轨迹都没有，你就是说是像他们在外边传说是跟哪个女的就是说私奔了或者是走了，最起码就是说他得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轨迹才对。现在咱就是说到哪儿电话手机你肯定是离不开身的，不可能说是一年多不会跟外界人联系。经过一个多月啊，咱们小人各种办法，用咱们刑事侦查的各种手段啊，都在寻找，但是最后都没有信息。最后扩大咱们信息的查询范围，在全国是吧，这个信息库里呢也没有找到这个人的那个生活轨迹的信息。这个人突然失踪了，确实有些蹊跷。会不会是老吴在离家出走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在外染病去世，或者是发生什么意外，由于无法核实他的身份，因而相关机构也无法与他的家人取得联系进行告知呢？经过警方的调查，这种可能性也很快被排除了。当时也想过就是说是像车祸了或者是这种非正常死亡，他公安机关不管在哪儿他都会有一个就是各地区的一个协查吧，就算是啊，我们可以去查询的呢。但是这个人至始至终也没看着有任何的关于这一类的信息。通过各种侦查手段，警方始终没有找到丝毫与老吴相关的信息，一种不祥的预感渐渐涌上了办案民警的心头。当时给我们预感，这人肯定是出事了。咱们通过这么多的信息去查询，都没有，这是很不正常。是不是出现问题了？给我们打了个大的问号，是吧？这我们这个案件随着时间的调查，这个疑点就更大了，是吧？给我们想了，哎呀，这个人这肯定是不在世了。一起原本普通的失踪案骤然升级为命案，办案民警深信此时老吴肯定已经发生了意外。他们要弄清楚老吴的失踪与他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经过走访调查，民警得知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老吴是在2018年8月8日，老吴失踪后曾传有人在某地见过他，但这条信息很快被证实是谣传。也就是说，自从2018年8月8日之后就再没有人见过老吴或与他有过联系。必须搞清楚8月8日这天老吴最后一次露面后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快一条重要线索反馈了上来。8月8日深夜，有邻居曾听到老吴家有争吵的声音以及楼下车辆发动的声音，还从门镜中看到有人背着一个人下楼，但由于楼道里光线比较昏暗，因此没有看清两个人的面孔。当时分析这个情况，肯定家里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了。咱们考虑他们家里就没有外人，就他儿子和他妻子，就应该在他们这三个人之间有什么问题了，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是由于老吴长期在外与其他女性有染，导致家庭不睦，时间一久亲情化为怨恨，
忍无可忍之下，母子合伙将老吴杀害，警方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根据走访调查了解到的情况，这一推测的依据似乎又不太充足。从单位的同事，还有他的这个邻居反映情况，说我们天天看着从胡同里的他夫妻俩上前面地里干活去，偶尔还说几句话，说看着从外表看出家庭有什么矛盾的，说父子关系始终不错。老吴呢，对生活这块呢，也是非常的就是过日子，不是说是天天出去喝酒，不管家这种情况。和老吴相熟的人都认为，他除了在生活作风方面有些不检点之外，其他方面都还说得过去，和家人的关系也远没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母子二人都不具备杀害老吴的动机。可是老吴失踪的那天深夜，邻居们又确实听到了他家传出争吵声，何况当夜还有人曾被背下楼，这一切是否都与老吴的失踪有关呢？综合分析当晚出现的种种迹象，办案民警有了新的推断。应该在家里发生什么矛盾了？家里没有外人，只有失踪的老吴，跟他妻子，跟他儿子在家，三口人在家里的，或者有吵闹有什么，或这个过程中发生意外了，不想把这事声张出去，就自己处理了。所以说我们当时把他们，通过他妻子和他儿子的情况，应该很容易把这事查清楚。不管怎么说，老吴的失踪肯定与他家当晚发生的争吵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警方决定单刀直入，直接与吴家母子接触。2020年6月2日，巴林右旗警方依法分别对失踪者老吴的妻子和儿子进行了传唤。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警方离老吴失踪的真相越来越近。2018年8月8日深夜，老吴家里曾经发生过一场争吵，之后有邻居看到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下了楼。虽然没能看清两人中是否有老吴，但是从第二天起，人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种种迹象说明，吴家母子对于老吴的失踪有着巨大的嫌疑。警方依法对吴家母子进行了传唤，这能否揭开老吴失踪背后的谜团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一场一波三折的讯问，一次辨伪存真的交锋，一出令人痛心的悲剧。审讯一线正在播出。巴林右旗公安局的询问室里，对吴家母子的询问正在进行。出乎办案民警的预料，询问刚一开始，老吴妻子提供的一个情况就完全推翻了他们的推测。一开始呢，我们也怀疑过，这个可能这母子俩把这个吴某给害了。我们对这个吴某的妻子进一步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发现吴某的妻子她是8月8号去吴中庆旗旅游去了。西乌珠穆沁旗距巴林右旗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如果老吴妻子说的是实情，那么他就有完美的不在现场证明，也就彻底洗脱了他与老吴失踪有关的嫌疑。经过调查，办案民警很快证实了老吴妻子所说的情况，解除了对他的怀疑。如今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老吴28岁的儿子吴亮。他儿子是在我们这儿铁路工作，来回上下班，有时候就是说晚上凌晨1、2点钟回来，有时候可能就是白天回来。他那个时间表是一直是在轮换，人比较内向，不愿意跟那个外界接触，每天就是在家，除了打游戏，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多的业余这种爱好，话也很少，比较孤僻，不爱说话，你平时跟他想交流，他也不太跟你交流，一直躲避你，在别人的眼里特别老实，也不太爱表达，有什么想法了也不爱说，就是这么一个人。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性格十分内向、孤僻、不爱交流的青年。
但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青年会做出伤害亲生父亲的事情来吗？所有问题还得由吴亮本人来回答。询问仍在继续，果然对于父亲失踪那天夜里吴家发生的那场争吵，吴亮给出了答案。据吴亮说，那天他下班晚，时近午夜才回到家，却发现家里除了父亲还有一个陌生的女人。他爸爸在沙发坐着，这个领着个女的在他们家那个卫生间洗澡，这个女的从那个卫生间出来之后看到儿子回去了，当时还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给这小孩说我走了，对不起了。这个女的下楼了，他父亲在沙发坐着，他这个儿子就问他这个父亲，这女的是谁呀？他父亲就沉默不吱声，他儿子生气了，他就撵他父亲走，说你别在家了，我要在这个家里头了待着了。他父亲不走，他就背着他父亲就把他扔在楼下了，扔在楼下台阶上，说他儿子说我骑摩托车就出去追这个女的，追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因为那个当时比较晚没找到，我就回来了，很气愤。等回来一下看他爹不在了，这当时很生气，他爹就又跟这个女的走了。吴亮所说的事情经过与警方走访了解到的情况相符，也合理地解释了当晚他们家的争吵、邻居看到有人背人下楼以及楼下车辆发动等情形，但却无法解释为何那晚之后老吴便彻底消失，一点痕迹都寻找不到的疑点。吴亮说的是实情吗？老吴真的是如他所说因带情人来家被儿子撞见而羞愧离家出走吗？办公室里，办案民警在紧张地分析研判着，寻找着吴亮供述中每一处不合逻辑的地方。小吴，我看他在一米七，不一米七吧？一米七左右，一米七左右，不到一米七有可能。多少岁啊？那他父亲是多少？那他背着那背起来吗？他父亲一米七以上，身体体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壮。现在咱们看啊，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对。你说啊，他从他们家六楼，是六楼吧？对，六楼。六楼，你说那么窄个地方，他父亲比他那墙上那个那个儿要高。小屋你说那么窄不能，那什么情况这能背呀？说人不中了，那才是背。他父亲你说就说按他说那个什么有撵走了。就是说没有私车，你想背一个活人从六楼下去，不是说很容易的一个事儿。而且就是说按他那个说法，他父亲当时还是。咱们就现在只能说是活着呢，你想回这个留下，不是说就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不可能啊，这个事儿，这个你说这咱们说说乍一听这事儿，说是有当有可信度，咱们仔细分析，这肯定是不对。一会儿谁你们再下去，再就是问他，就让韩大这么说，是吧？让他把这个这种事你再往细的情节说，说完了就把他这个不合理的情况给他当面说，说你这肯定在说谎，是吧？与此同时，在另外的房间里，作为案件的关键证人，对老吴妻子的询问也在紧张进行着。随着他的讲述，越来越多的疑点显现了出来。他这个母亲呢，因为这个吴某在外边有这个别的女人的以后，也厮杀过，厮杀过，有这个情况。然后就这个对他儿子肯定是有一些个心理的这个抱怨。这个事情出了以后，有一次在外边跟他一个朋友喝完酒回来，跟他母亲说这个他对不起他父亲，然后就开始哭，抱着他母亲哭。后期也有过几次喝完酒回来就说这个事儿，说是他父亲白养他一回，然后就开始哭，对不起他父亲。老吴失踪后，吴亮的反常表现明显是由于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所致。随着民警问题的逐渐深入尖锐，吴亮的态度开始变得消极抵触，不肯再正面回答警方提出的问题。非常的抵触，回答最多的就是我不知道，解释不通就是不知道，要不就是不说话了。吴亮的态度更加印证了警方的推测，他所说的情况并非是事件的全部真相，而一定是隐瞒了什么。那所位于林场家属区的住宅很可能就是老吴出事的第一现场，警方决定依法连夜对吴家进行勘查。把证件
果然在吴家的客厅里，警方有了重大发现。因为这个案件是发生时间是一年多以前了，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基本上只能是靠一些设备来看一下潜血的情况。我们就把屋子详细的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在沙发下面一些就是不易被打扫的位置发现了很多这个残留的物证，然后我们提取后还有墙面上有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坑洼的痕迹，然后有一些点状的那种不太正常的颜色的改变。根据工作经验推断的话，有点像是甩溅形成的血迹，就是或者是喷溅的这种很微量的血迹甩到了墙面上。把这些东西都提取后做了一些简单的化验，发现疑似人血。案发现场发现疑似人血痕迹，案发时屋内只有老吴与儿子吴亮两人，争执之后老吴便彻底消失不见，种种迹象表明吴亮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的侦查工作也立刻由对证人的询问上升为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而此刻的吴亮也变得彻底沉默，不肯再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当时现场看到之后回来决定对小吴进行讯问的时候，一头就不得声，对抗明显的对抗情绪是出现了。你反复问我就不说，就是这么情况，你愿咋着咋着，态度不像询问那时候是吧，你跟他说他会跟你说，得用消极的办法对待。你们不就是怀疑我把我父亲就说是给害了吗是吧，但是我不承认，我否认。你们有什么证据是吧，那你可以亮给我是吧。主要就是啥呢，他呢就是认为就说是可能我们公安机关是吧，你掌握的证据说不足以把他认定成是犯罪嫌疑人。吴亮强烈的抵触情绪，加上他内向不善言谈的性格，使得原本就不太顺利的讯问变得更加艰难。如何才能彻底打消他的顾虑，让他吐露实情，交代出老吴的下落呢？办公室里，办案民警紧张地研究着下一步的审讯方案。针对他这个审讯呢，我们制定了周密的这个审讯方案，主要是围绕着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围绕他这个性格特点，是吧？还是主要是想就说是通过我们这个思想谈话，从他这个思想深处吧说接近他。第二个呢就是啥呢，还是围绕这个是我们这个给他出示证据，第一证明是吧你父亲被害了，第二证明到是吧你父亲就是在你家里被害的，第三证明到是吧当时你父亲被害的时候家里只有你和你父亲在家是吧，已经证实到这种程度了是吧，是吧最后再加上就说是跟他思想沟通是吧，用这个亲戚们毕竟是就是你这个家里人是吧，就说是这个对你有这个养育之恩的父亲下这个毒手了是吧，你从于情于理于法上是吧你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下面的退路先堵了，不要有什么想法，这个事情就是你干的，你只是给警方把事说清楚就得了。在审讯他的过程中呢，我们在外面的侦查组啊也是在做家属的工作，又开始他母亲啊就这个事儿了，他母亲不会想自儿子把他丈夫害了。我们侦查员把这个情况跟他母亲交流之后，他母亲感觉哎呀是确实应该发生问题了，他们家知道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挺严重，对咱们工作还比较支持，说既然发生了是吧，这个事发生了我们也会积极的配合公安机关尽量从轻减轻他的处罚是吧，让他们别有啥心理压力是吧，因为咱们是在搞讯问说家属见这法律不允许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录音录像的形式啊把这个政策把家庭的声音传递给他。小斌斌，我是你老姨。小斌斌是你小名吗？你老姨和你妈都非常惦记你，你也是我们看着从小长大的，事出有因，希望你积极配合公安调查，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相信法律啊也是公平公正的，你呀、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希望你呀、尽力配合，早日地调查清楚这件事儿。
随着办案民警耐心的劝说和家人亲情的呼唤，吴亮那颗紧锁的心松动了，抵触的情绪也开始变得缓和，不再像之前一般坚硬。他对他父亲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他父亲发生这么正面冲突，导致他父亲死亡这个事儿啊，他内心是有愧疚感。我们另一个组呢，也通过他跟他母亲、跟他亲属的进一步交谈，谈他小时候跟他父亲的一个情况，是吧？传递把信息传递回来，说你小时候你病的时候，你父亲对你什么情况？你上学的时候，下多大大雨，是吧？你父亲怎么怎么去接你？就给他说的这些的时候，哎呀，他这个先说，哎呀，能不能给我颗烟抽啊？这个非常激动，一颗烟没抽完，说我说，我把事我说清楚了，是吧？这个我父亲是我害的。当天深夜，吴亮向巴林右旗警方供述了自己杀害父亲并埋尸灭迹的经过。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在吴亮的带领下，办案民警在城外的查干木伦河大桥下挖出了已经被掩埋长达近两年的老吴的尸体，案件终于成功告破。老吴的失踪之谜终于真相大白，谁也没有想到失踪近两年的老吴竟被自己的儿子杀死。对此，老吴的妻子悔恨不已，悔不该将夫妻间的感情纠葛向心理不成熟又孤僻内向的儿子倾诉，给他施加了无法承受的情感压力，最终酿成了弑父的惨剧。那么2018年8月8日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一向老实敦厚的吴亮竟对自己的父亲痛下杀手呢？盛夏之夜，一个荒唐的行为，一股冲动的执念，一出人伦的悲剧，血案背后真相为何？审讯一线正在播出。随着吴亮的供述，2018年8月8日深夜，吴家发生的事情也终于完整清晰地展现在了办案民警面前。当天夜里，吴亮下班回家，发现原本应当只有父亲一人的家中，居然还有一个陌生女人正在卫生间里洗澡。听到吴亮回来，女人匆忙从卫生间里出来道歉离开。整个过程中，父亲始终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有些事听说和亲眼看到还是不一样的，之前听说感觉还是没有那么太激烈可能，但那天亲眼看了，自身亲自碰这事了，当时那就是应该是挺气愤的。愤怒的吴亮大声质问父亲那个女人是谁，可是父亲却始终不发一言。父亲的沉默让吴亮更加暴躁，他想起母亲因为父亲有外遇，曾经服下过量安眠药，曾经痛苦地拿刀自残，他的情绪渐渐失控，大脑一片空白。狂怒之下，他的手摸向了挎包中的工作锤。惨案就这样发生了，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清醒过来。当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感觉过了挺长时间，让我看发生的事，然后我想报警，想报警之后，我也没来。当时我妈身体有病，我当时那个想法就是我怕我妈接受不了，然后就没报警，想把这事瞒下来。当时这么想。当时我们这个案件后来突破之后啊，感觉心情也比较复杂。这个事情对我们触动非常大，说的现在就是从发生这个问题，你说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后果，哎呀，你说他小吴主观故意有多恶劣，罪大恶极，道德有什么缺陷，啥都没有，其实就是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的问题。一个说是父母这个层面，实际给咱们其他人呀、也是个警醒，生活在世上一定按照正常的伦理、正常的道德标准、正常的法律标准去生活，
你自己的不检点，可能危及到别人，是吧？你说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承担。但是有些时候，外人对你家人、对你孩子、对你亲人，给无辜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老挝失踪之谜终于揭开了，消息传开，人们无不为这一人伦悲剧而慨叹，同时，人们又在思索，究竟这一悲剧又是谁造成的呢？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在当地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儿子讲亲生父亲杀害以后埋尸野外长达一年之久。通过这起案件，可以说家庭矛盾是这起案件的起因，家庭婚恋方面出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应该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双方都要积极沟通，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不要一时冲动酿成大错。从右旗就是公安局就是经历这些刑事案看，是吧，就是这些年就说是这个家庭之间因为家庭矛盾之间引发的这个命案还是就是这个处于这个高发状态，是吧，就是这一块呢，就说是作为公安机关，是吧，就是如何下一步就说是对这个家庭矛盾或者家庭纠纷引发的这个刑事案件这块的防控工作，是吧，这可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就说是更深远的一个课题，这需要我们就是下一步好好研究，有针对性的开展这个矛盾化解还有这个预防工作。丈夫行为不检导致夫妻感情畸形，儿子一时冲动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在量刑上这样的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相比较有哪些不同，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因为这种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纠纷往往是由于家庭内部的一些生活琐事长期积累造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对于这个犯罪行为的发生谁的过错大一点谁的过错小一点，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再加上家庭内部之间的这种的生活联系情感联系，所以对于这类犯罪的发生之后啊，他再犯罪的这个可能性和风险相比一般的犯罪来讲都要小一些，所以对于家庭内部矛盾引发或激发的这种犯罪，刑法上在处罚上都会适当的从宽。那么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布过一个座谈会纪要，就是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对于因这种家庭内部等民间矛盾激发的故意杀人犯罪，在适用死刑的时候一定要十分慎重，要和他以社会上发生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故意犯罪要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是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或者直接责任的，以及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家庭内部矛盾引发刑事案件，虽然有可能被从宽量刑，但罔顾刑法的代价仍然是十分沉重的，而案件本身带给每个家庭成员的创伤也是难以抚平的。本案中孤僻内向的吴亮是弑父凶手，可他同时又是这个畸形家庭的受害者，承受了太多的情感压力。老吴明明是受害者，可是他的出轨行为却是导致悲剧发生的诱因。父亲被抛尸河畔，儿子涉嫌刑事犯罪，母亲孑然一身，悔恨度日，一个家庭顷刻之间四分五裂，这样的警示值得深思。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